次来台东的路上，总是期待。旅行是对于未知的探索，还是回首记忆的片段？对我来说，台东不止好山好水。对我来说，是一场灵感的捉迷藏。无际的海洋，高耸绿意的山脉，叠成了一张台湾的东南方。我相信有些故事就在那里。为了挖掘故事，发掘灵感，沉浸在味蕾的世界里冒险。说旅行会有助于想念，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曾经想离开那个疲惫的身体，去到一个生命限速的地方，好好想念自己？有时候，在不同的国度里移动探索，不需要靠翻译软体，肢体交流自然能够对话。鹿野高台，热气球。世界会在你面前翩翩起舞，并耳边喃喃细语着。以风为信号，水为信念。他总是说，走出去，让世界看到你。从室内走到户外，只差一步勇气的距离，世外桃源只在自己心里。为了寻找对的味道，生活处处是经验。我试着用轻轻的脚步，活在时间暂停的这个当下。时间越快，要能活得更慢。对于旅行的义无反顾，
像是我对创作的独特坚持。品尝每一口熟悉的原味气息，在味觉的带领下自在飞翔。想要慢活在这个光速时代，动起来，不要停。当我在这片等待收成的金黄色稻穗大地舞动时，似乎收到了农民对这份土地的心意。心中也充满了一份感激。在原住民部落与这些朋友们共舞时，我想起了，因为在生活中总是顾着往前，却忽略那些难能可贵却又深植在我们心中的事。我看见每一张青春无畏的脸庞，在勇气面前坚持到底的汗水，没有一秒停止过。勇往直前的信念，没有一刻敢松懈。和这些朋友们一起跳舞，一起聊天，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，但我可以感觉到，我们彼此之间因为土地，因为活着，所以心系在一起。让世界走进你的心，动动身体，我们无话不谈。你想到的，他都知道；你没说的，他也都懂的。一起来寻找新的方向。台东 Start。
每个当下都是人生的拼图。在阶段交替的人生旅途上，偶尔我们会登上隆起的山脉，眺望回首，也会遥望无尽的大海，期盼将来。在台九线长长道路上，一旁就是那无尽的海洋。总是想着，是不是很久没有像这样子好好的、静静的看着那一片海，就只是什么都不做，让海风吹拂过身体。台东是个美丽的地方，也是个很真实的地方。湛蓝清澈的天空在告诉着我，手中有梦想，就勇敢飞吧。台东，谢谢你。进我的第一次，台东 start。